千万不要带华强北，兄弟。你好，有个官网同款这个 Magnesium 外接电池，有两百一个，两百一个啊！你这里面该不会装的是南孚电池吧？兄弟，你是来捣乱的吧？走走走，不卖了。应该是这么问。背包客走起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有没有植物型的移动电池啊？带弹簧认证那种？小兄弟，请识货啊！有这一个两张，带弹簧认证的。两张啊，这个有点贵吧？小兄弟，两张是九件套，一整套。一整套啊？那这个品质可靠吗？放心，这里是华强北。感觉这个老板还是不靠谱，我又逛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源头工厂。哎，你的九千套，哎，这个现在什么价格啊？这个一百多，是顶配的吗，老板？放心吧，源头工厂品质。源头工厂是吧？对的。行，那我拿去测评一下。刚刚到手的苹果九千套顶配版本啊，我们一起开箱看一下。首先全部都是独立包装，看着还不错。官网卖到749的一个外接电池，5000毫安锂离子电池 ，CE 认证有的。这个电池的话，它可以跟手机做的一个完全的兼容啊，吸附在手机后面，双弹窗双电量显示，吸附力还不错啊。官网卖到小300的一套 PD 快充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3C 认证啊。20瓦的功率 ，3C 认证有的，安全没有问题。15瓦的磁吸圆盘充，像这个的话是航空铝合金材质啊，打游戏不卡手，吸附在手机后面啊。8倍磁吸，狂甩不掉啊！重点我们看一下这款官网卖到1399的四代顶配蓝牙耳机啊，商家说它的功能、效果、外观基本上做的一模一样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，开盖秒弹窗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。3帧电量显示还可以啊。设置里面点开，这里有个蓝牙的快捷栏，名称修改、入耳检测、空间音频、型号、序列号、版本号、保修都是做了同步的啊。查找定位看一下，非常真实、非常精准的啊。很少的话有耳机带定位功能。确实还可以啊，我卖到399的磁吸动画手机壳，冰晶材质，不易发黄，并且的话四角带有防撞气囊啊，还可以啊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弹窗动画，弹窗动画有的，跟官网一样啊。抛光布，官网卖到100多的啊，一张高品质钢化膜，价值280的全网影视 VIP 会员年卡，15个平台 APP 看电影电视剧啊，一年不用充会员，免广告的啊，整整9000套啊，两张不要的价格，想要了解更多，点击下方小黄车。